打给我们亲爱的队长马嘉祺哥哥。耶 喂，马哥。马哥，哎，我没开免提，听的，录我着听呢到啊。了，啊，怎么了？你想我了？太香了，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作业。作业，对呀。整个都要给我们布置作业，整个。啊，你说，你说。然后你要，下，你要给他们传达这个作业。这个作业就是，说去吧。我定一个街头暗号，对，就是一会儿能答上来的可以获得我的一个抱抱，怎么样？说话呀。OK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不喜欢我的抱抱吗？我喜欢你的抱抱，我们特别喜欢你的抱抱。所以我们一会儿答出你的暗号吗？对，那我的暗号，我的暗号就是，宋亚轩是你的什么？可以吧？这个暗过号，问攻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我人来性的仔暗细号，琢磨一下下一句是什么。我太人性了，我太仁慈了。好，那你们想吧，我先挂了。一会儿见，拜先拜，说话这种，拜拜。拜拜，你完了，怎么你还让我们上这里台完了？了，哎还要呦，厉害呀！好强啊，大仙！哇，生日快乐，太暖心快乐了，太暖心了！哇，我都哭了，18岁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哦呦，这个是马哥的吧？这个是真沙过来点呀，拿两个，走吧。OK，这个是。我现在要分发吗？表哥抱弟，这个是贺的吧？什么什么啊？表哥抱表弟，表哥抱表弟，表哥抱表弟，行吗？为什么？表哥抱表弟，表哥抱表弟，表哥抱表弟，张哥的表弟是不是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为什么？你的名字叫啥？张哥呀？你的名字叫啥？张哥写的太官方了啊！官方啊！我看你的不官方，这是你的吧？哇，那肯定得官方一点啊！是我的。这个肯定是翔哥的哦，哦这边这一定不是我的，你信不信啊？怎么可能不是你的？你写的是官方吗？丁哥的，我写的官方吗？特官方。原来你问我要照片不官方，我觉得对啊，我问你要照片就这个是不官方，这个是这个什么？哦哦，长歪了，长歪了，长歪了。那将破旧做下就。OK，这拍出来我们感觉，那现在要干嘛？我们没法，这是咋回事？啊，你知道这啥？啊，就是说，啊，哇哦，一个一个念，好呀，念吧，这是念心的环节，就这个环节吧。我先，好尴尬呀，就让张哥，我不能起头吧？来吧，张哥第一个，来，张哥你怎么穿的跟奶牛一样？我是奶牛啊！啊，哦，对，对对，是我的那个，他不是直播的时候说对暗号吗？啥呀？哦，对他不是要对暗号吗？哦，对暗号，我忘了。对暗号，现在对吗？对暗号，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？我在那边睡觉呢，我忘了这事。不记流程吗？你不是我那会儿我在那睡觉，他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，我说哎，我说这是雅轩，他不是我不知道。啥呀？我不知道，我这边走这儿呗。马哥靠不住，对不起，靠不住。啥暗号？对不起，我现在来给大家传达一下他的暗号呢。好的啊，没事，现在我们来传个名号吧。嗯，好啊。是什么来着？嗯，啥呀？OK，雅轩是你的什么？哦，我先来吧。好的，雅轩是我的宁啊，因为你在我心上。哇。
这环节原来是这个意思吗？等一下，强强强，原来是这样玩，太强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那我正常了，我感觉我也挺正常的，到你了。啊，雅轩，等一下的，雅轩是什么？还没缓过来呢，强哥说完了。还有什么？雅该我了吗？可以啊。是的。雅轩是什么？雅轩是雅轩是你的什么？雅轩是我的。雅轩是我的。嗯。雅轩是我的上天赐给我的小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这原来不不不不不想好啊？怎么这是你的吗？快快！张哥的，我是我的，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啊，感谢你。是我的，本来我想说 ，OK， 那雅轩是我的兄弟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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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手。马哥，你呢？张哥说了吗？张哥没说呢，张哥还没说呢。你在下面不是想了80个？张哥不是想了很多个吗？我那个是不能说的，哎，不是，对，那个，哎，张哥其实想说是充电宝，比较跳脱，我不喜欢说这种土味。哦哇哦，可以。雅轩，你想说什么？张哥，还是弟弟。对，雅轩是我们的好弟弟，好弟弟，是我们的好弟弟，是我们的小宝贝儿。这俩可以一块儿说，可以对你们不能一起说呀、啊。对啊，他是好弟弟，我是小宝贝儿。哦，那可以。哦，现在压力到了张哥这边，那我就好朋友嘛。哇，这个雅轩是我的好朋友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张哥，你有好多好朋友呢，太多了，好多好朋友。来一个，雅轩，我想听到的那个。雅轩是我的，你的。你的说一个，你的，我刚想了这么多，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来了？充电宝，充电宝，哎呀，是我的充电宝，好想听到那个呀！一看到它，我的能量就爆棚了，真的吗？哇，张哥太厉害了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就念出信件内容，来吧 ，OK， 来吧，马哥先念，惯例啊，来念一念自己，马哥先吧，啊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后面啊，猜错了啊。他们传达有对啊，其实他们传达有误，应该就这个，我就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他们，没有，这是对的，是对的，他们对，他们对，对，是对的，是对的。表哥报表弟猜不错啊，这个念出来非常的。那我先来，好吧 ？OK， 可以。是不是有点那个奇怪？恭喜雅轩成年，但是不管也希望不管雅轩多少岁呢，都还保有小孩子对生活的这种热情。然后天空依旧很蓝，花依旧很好看，抬头可以看见星星很亮，阿姨做的饭很香，希望你也可以永远做你自己。哇哦，哇哦，画的稍微有一些不太熟悉，没事，谅解一下。我第一眼看着还以为是个狐狸。狐狸是吧？对呀。感谢马哥。送给你，居然没有猜出来，还没有猜了，该我了吧？对，听歌了。雅轩生日快乐！虽然18岁已经来了，但是希望你呢不要抗拒长大，也不要害怕时间，距离不会让我们变得疏远，时间也不会抢走你的哥哥们。嗯，你永远是我喜欢的好弟弟，想我了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有好看的风景也可以随时分享，有烦恼也可以跟我说，未来很长。哥哥们永远在，对，是的。然后就幼儿园呢，是我们第一次见，哦，知道吗？哥哥吗？对对对。然后，这几年的大家都是喝牛奶长高吗？这是牛奶啊。对啊，这牛奶。有点抽象啊。这你的腿啊，这么长。哇哦，哇哦，立体。感谢丁哥。哦，对啊，要抱抱。对啊。他说抱抱，来，我来。哎呦，马哥要抱抱吗？马哥也要抱抱。来下一位，下一位 ，OK， 到我了。小轩，虽然你先一步到达18岁，虽然见面的时间又变少了，虽然还是会有些不太习惯，但是我们都在长大，然后我们也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，一起互相鼓励，一起站上舞台，然后一起再长高一点吧。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Thank you， 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，你先问啊。亚轩18岁生日快乐呀，好像从更早一些时候开始我们都变得更忙了，我还念得官方一点啊，也很久没有一起在公司的各个角落一起唱歌给大家听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可以一起去更多地方更大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，再说一次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可以肆意的感受你的18岁。哇，谢谢张哥，
呀呀呀呀啊啊，好，没跟你忘呢，是吧？哎呦，我这个太长了，我这端水太尴尬了，习惯来吧，赶紧来吧，来吧。生活很多姿，宇宙无敌顺滑好摸的帅哥，我知道，生日快乐，一看就是你了，你这个标点符号用的太明显了。表哥抱表弟，表哥抱表弟，怎么你这么快就满十八岁了呢？我们居然变成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关系了。不过我可是一点实感都没有，哈哈哈哈。最近我也开始堕落了，加入了你辣条配饭的队伍，嗯，甚至开始薯片配饭，非常好吃那个。虽然看你吃的时候天天都说你很幼稚，但是谁又能逃过真香定律呢？嗯，希望你就算成年了也能无忧无虑，继续天天开心下去。我也祝你记东西一遍就能记住，怎么样？这个愿望是不是很棒？我也想用这个愿望、啊、那天晚上教你的那个方法，我的那个绝学啊，就要好好的去用一用。 No problem。 那个相册里面身高196的宋亚轩我也永远不会删，到时候给大家共享一下。共享了，共享太久，身高196啊，算了啊，糟了啊，最后才是重点，糟了，我是不是太明显了、啊、不管了，新年快乐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演起来了，演起来了，演起来了，精髓。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抱抱吧，谢谢谢谢，很强很强。到我了，嗯，本来以为总见面时间就可以慢一点，但一转眼就成年了，这么看好像时间是不会等我们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有一样的目标，把时间打上我们一起的印记，那就不算输给了时间。然后认识这么久，你一直都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存在，也希望你自己可以一直开心，一直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哦，哇哦 ！Thank you, my bro. 啊 ，OK， 嗯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？是不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？对哈，可以进入。没有见到蛋糕呢吧？今天是哈，那得见一见。那给我见一见吧。OK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你给他带这个吧。来吧，来吧。来吧，太强了，属于这是个女主管家，要是真的有水族馆就好了。哇，谢谢谢谢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可以开的吗？哦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么高级吗？Happy birthday， 这个光好看，先欣赏一会儿，因为有点冷了，这个要去啊，还有灯吗？有，灯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大家看不出来。哇哦，点这点蜡烛吧，这是蜡烛吗？哇哦，哎，哦，这是闪的哎，哦哦，这，但这要去掉对不对？啊，完了摸到奶油了。好，哇，这个去掉了吗？这个要去掉，要不然一会儿会点着它。哦，哇哦，马哥好有生活经验。哦哦哦哦。这个要给你拿下来吗？我们就在旁边吧，接一个亲像。他是哦，这样吧，可以。哎，粘着粘着了，就这样，手上、啊、这样可以，可以了，蓝奶，这样可以，蓝奶，这样可以，哎，这样可以，对，这挺好看，小心说，蓝奶油啊，哇，这个蓝奶这么人性，还是蓝奶油，是的，防风。OK， 哇哦，这个火鸡它男教练，男教练，男教练。OK， 是哇哇。哎呦，不要再盯着火鸡不放了！快快快，许愿了！说实话，感觉许愿了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是的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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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了，不想我学好了。OK， 好。十八岁了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转眼就十八岁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这成年了，两个小时过得开心吗？太开心了，成年人。那切个蛋糕吧，来吧。对，小心点啊！哇，为什么有点不会切啊？这么帅啊！哇，这是切猪肉的刀吗？然后你的。这么快就四个人成年？你去年的心愿啊？对，你还记得吗？心愿啊、
我都忘了我去年写的啥。我知道写了啥。没事，你待会儿你他写的你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能猜到吧？我觉得我也能猜到他。你猜一看，一定是祝大家身体越好，哇，越来越好。哇哦，这字写的哇这么多哦！希望明年自己可以好好加，要读出来吗？要。希望明年自己可以好好加油，早日达到万人演唱会的目标，有观众的那种哦。也希望新的一岁可以旺上加旺。一年后的宋亚轩，你已经成年了，再长高一点，一点点，不要长多了，不然全公司的灯泡都由我承包了。哇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好幽默啊，一年，嗯，好优美，是优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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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身上有，那我切蛋糕吧，可以，要给你拿下来吗？切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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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真的假的？这是啥呀？这个是巧克力吧？纸吗？这个这是。巧克力，我觉得这什么羊肉串儿，可以放里边呢，一刀切啊！哦，哇，太帅了吧！哇哦，是贝壳吗？太帅了，是吧？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快了！哇，谁这么哦？这么大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么狠，好大呀！哦，那个那个很好吃，这个给他自己，这，他中间那个黄黄的是什么？哦，没事，不干不净吃了。三秒还没有到三秒，还没有三秒，一定没有三秒，没有，它是底，在这个底边落在地上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？这块是你的，哇塞，第一块，感觉他会往这边移。这蛋糕确实不错，这蛋糕看起来真不错，这是肉松吗？应该是肉松，像是肉松，关键像是蛋黄哎。我觉得它应该是甜咸绿豆糕，绿豆糕，黄豆糕，绿豆糕，哎对，黄豆糕，豆糕。我怎么能把黄色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蛋黄吧，这是。切到这个蛋黄，蛋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哦，有电线啊。对，蛋黄。这个谁？山路十八。这里的蛋，对，丁哥。啊，谁要吗？毕竟。谁要纸巾？可以给你撕成两半，给你展示一下我精湛的撕纸巾。行吗？行吗？行吗？来吧，张哥，看一看。好啊。哇哦！哇，你好厉害呀，变魔术呢，流畅。真的很快。三秒没到三秒，有谁到的？底边落下，底边落下。哦！哇呀！魔术，很棒哎！魔术，其实隐藏了这么久，大家终于发现我的身份了。哇，你怎么变出来的？有啥用啊？好强！你是要用吗？我不用啊。那就三个。还有啊，这个够了吗？还差一个。OK， 还差两个。我感觉我一个就一只手就能把它举起来。我也可以。切成七人份吗？要七人份？切成七人份吗？这么大吗？那只能这个。哦，好大呀！哇，这是谁的？这一定是张哥的。这个张哥，给张哥了。谁？给张哥。张哥说要吃。我吃给马哥，切成七人份寓意比较好。这后面还有，这一定是马哥的吧？一二三四五，这个马哥的，这是谁的？这是马哥的。其实这么好看，这个难道不应该是你家的吗？这应该是，这个肯定是你的呀，我身份本人的呀。想送来分吧？对，送来这个我的吗？好，你来分，你来分，一个马哥的，张哥的，一个马哥的，马哥的，我都拿起来了，拿起来，没有没有抢是吧？谢谢马哥，谢谢马哥，我也是那份啊。这个给你哦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是这份，马哥好，我是这份对吧？这份好喜欢看你，我是这份吧，亚轩，我是这份吧，我是这份，开个玩笑，你在你什么？你这份什么？不是这份，亚轩分，亚轩张志远是这个，张哥怎么都得是这份，张哥怎么都得是，这不是马哥的吗？马哥手奖不来，在这个手奖不吧，手奖不，哥来，好吧，人家都收心都说手奖都不了，石头剪刀布，哎，这份，所以说马哥就是这份嘛，哎哎。儿子，哇！不是，哇！赶紧完事，对不起，来寿星，寿星的生日，寿星的生日，说啥？不说了，别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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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真是太刺激了，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呀。我是儿子啊，不不，好的。我的妈呀，这块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环境。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摄像机直播呢，说都错，删不了。别说，那随便拿一个吧。没，那我就随，那我们就随便挑喽。三秒不播原理，我是冰淇淋的吗？可以直接解决。冰淇淋，哎呀，冰淇淋，我摸到凉。那我们吃吃。哦，这边有勺，好香啊！开吃开吃，干杯，真香。还有谁没有？哎呦，哇哦，张哥来，谢谢，客气。还有多少？还有多少叉吗？是，嗯，还可以啊。
还没看，好，这是这还有一个，哦，还真的是兴奋呀！哇，好吃哎，好吃哎！来这给大家放一堆纸啊，提拉米苏的往里面，哇哇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开玩笑，嗯，好吃，蛋糕真的越来越会做了。哇，没事，我就干净了。怎么样？十八岁的愿望刚刚许了什么可以说的吗？好可爱呀，好像不可以说，不会说，说了就实现不了了吧？那就藏在心里吧。那我就说一个吧。好，嗯，说吧。现想吗？感觉像。我也觉得像，不要拆穿我。什么？希望可以，嗯，这蛋糕，希望可以，在纠结哪个，在哪种类型，在纠结是哪一个，这蛋糕好吃吗？希望在最大体育馆开万人演唱会。哇哇哇哇哇，酷，可以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肯定可以啊，那、嗯、没问题的，这有啥问题？我们都已经帮你们看好场子了，可以哇！哎，那场子真不错，是吧，张哥，那场子挺好的，真不错，注册过了，年底就去，确实很大。张哥那天都不理我，我手机没带身上，哦、他带了的，不是、啊嗯，我手机给同学装着了，嗯，他说张、哥。我那个没兜儿，我那毛衣，我揣裤子里，他就鼓出来一会儿在那儿。是不是跟鼠标视频一下呢？你们那儿太帅了。什么？我今天晚上回去，让他庆祝跟你小彪祝你的十八。啥呀？鼠标也不咬。我说他跟视频。鼠标没有手机。哦，鼠标没有手机啊？不是。嗯。让叔叔啥的。我爸妈都来北京了。我现在他在谁在带呢？我爷爷。他爷爷咋？在田里散步呢，对啊，好家伙，别这样，等一下，我先一想到去田里，咋了？因为六金还没有回来啊？为什么啊？走丢了吗？田里散步，田里散步啊，走丢了，在田里散步，散步散步。对，他说六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下乡了吗？哦，真的，真的呀，都下乡了，都下乡了。狗狗的，哇，回不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玩野太欢乐了，因为在下乡啊，他可喜欢那玩野了，已经玩野，拉都拉不回来。那有土狗吗？那里他已经是一个其中一个了。是不是肤色都变了，融入了一个晒黑了，晒黑了。真的吗？但是吃胖了。哇，你看，但还挺幸福的呀。啥呀？弹幕上有人说一起唱剑暖。有人说吗？没人说呀。真有人说吗？没人说呀。我也没看到。我也没看着。那边说的。你应该还是开心的吃吧。哦，果然没有啊。啊好好，哎呦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感觉两个小时过得还挺快，还有三分钟，这个是啥呀？啊，你还没播满哦，还没有播满上班。没事，我们聊出三分钟。哇哦，哎呀，很正常。哎，你们吃饭了吗？今天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什么话？我还没吃。咱们十八岁规矩都是两个小时嘛。我去年成年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是吗？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 啊对。我们今年直播也是两个小时。啊，两个人嘛。那你们要等等我。好啊。帅。哇。快小凳。那年真要想当时快成年。两个小时。那择日不如撞日，明天就给你安排了。哎呀，那也不必。你真是把我的幽埋了，太幽埋了，太幽埋了，太幽埋了，哇哇 ，OK， 炸了炸了炸了，笑死我了，炸了炸了，哇，马哥没动啊，拜拜，这马哥下了，我把底下一层吃完了，哎呦，我把蛋糕吃完了，你吃饱，闲聊一下，是干嘛来着？我们就不是唱剑暖吗？对，那不是写了吗？就唱剑暖吧，那弹幕啊，哦，提词弹幕写了，对啊。哎，我看到了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是吧？有剑暖是吧？
真有剑暖。嗯，我刚瞟到了。那我们要好用完呀，你开一下手吧。啊，全是开什么手？开什么？他手。难得爬上屋檐，夕阳让灯点在你的脸，人间何止和将心事飞远，晴朗的天气和季节。要不然我想你呀、啊，去追赶你不语，不让你在漩涡里心动呀，犹豫的颤出手，噔砰砰的脉搏跳动着秘密，关于你小窃喜，心大的弟弟，渐渐渐渐我渐暖，躁动粉红的心软绵绵，欢喜的眼神间的试探尤为明显，渐渐渐渐你去冒险，手掌心里人牵连，像融化在柔软的云间。什么？那么烟火气。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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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渐渐渐渐我渐暖，躁动沉溺的浪漫冒险，烧红的脸颊被的渐渐手帕露怯，念念念念猜你影子，随随念将你清浅，等你陪我穿梭过时间。当当当当好，拜拜拜拜。OK， 果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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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乐时光总是这么短暂，真的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